好啦，介紹翻俾你用啊！呢、这個韓國嘅 Lock and Lock 嘅石鍋啦，嗱，呢個咧只要你中意嘅話咧，任何嘅食材咧，你都唔需要落油噶。你嘅豆腐啦，你嘅雞蛋啦，只要你喜歡嘅話咧，任何嘅食物咧，佢都可以做到唔黐底嘅效果。嗱，炒滑蛋咧就係咁輕鬆噶啦，撩下撩下，掃下掃下，就咁掃埋嚟，咁啊做咗一個滑蛋，好好用。嗱，而家全世界咧都講緊健康啊！吃咁多油咧唔健康噶，而且咧佢冇油煙，成個煲咧就人手做噶。嗱，可以睇翻炒滑蛋就撩下撩下，炒下炒下，成個麥當勞嘅滑蛋咧就炒咗出嚟俾你睇啦。你可以個 close up 咧嚟望一望，好靚，得唔得？嗱，唔單止係咁啊，好多媽咪讚噶，佢咧煎嘢、炒嘢、燜嘢、焗嘢，樣樣都可以。嗱，睇翻個荷包蛋，就咁中意嘅話。太陽蛋轉眼間咧，佢可以變咗一個叫做荷包蛋嘅東西。嗱，你可以望翻，嗱熟咗咧，佢會有氣泡，好似依一啲咁樣，夾得起任何嘅食材，佢都唔會黐喺個煲底嗰度噶。點解咧？由於密度高，成個煲咧都係人手做噶，用個1600吨嘅地心吸力咧，逐隻逐隻壓出嚟噶。裏邊、入邊、外面咧，都係佢嘅成分。嗱，可以望翻噶。佢優秀嘅耐水性咧，長期浸水唔會發毛生鏽啦，耐腐蝕性，即係話煲中藥、薑醋、蒜辣都得噶。嗱，望翻啦，太陽蛋拿住對筷子，你會覺得好有型噶。太陽蛋就變咗，哎呀，荷包蛋熟咗佢就會離底，豆腐唔黐底。OK， 咁好啦，教翻大少少個火，大家有冇食過韓國燒烤啊？有冇試過喺屋企個廳度做韓國燒烤咧？好多油煙咯，嗬！嗱，依個煲咧，由於密度高，任何嘅食材除咗唔需要落油之外咧，煎炒煮炸、炆燉烤蒸焗都得，完全係唔黐底嘅。你可以望翻只雞翼，我唔係擺一隻㗎。嗱，太陽蛋而家就變咗做荷包蛋。OK， 咁就接住啦。嗱，雞翼一隻、兩隻，佢完全咧冇油煙。得唔得？咁唔單止係咁啦，最多小姐太太中意咧，佢就叫做唔使洗。嗱，點解唔使洗咧？最多中意嘅就係你啲醬汁啊，我炆餸啊，你啲餸汁啫，你嘅豉油啫。嗱，糖分豉油嗰啲煲窿咗點算啊？最多媽咪驚㗎，點解啊？你揦住個鋼絲刷啊、百葉布啊嗰啲去省。嗱，依個唔需要㗎，你睇住啦。嗱，唔單止冇油煙啦。唔黐底啦，佢仲掟唔爛，煲唔窿，乜嘢爐都用得，除咗微波爐、焗爐、洗碗碟機、雪櫃都用得噶。中藥薑醋酸辣都煲得。嗱，睇翻舊雞翼啊，金黃色噶，見唔見到啊？全部可以做翻個金黃嘅效果。嗱，咁好啦，清洗雞翼拎翻起佢先。嗱，金黃色噶，咁啊做翻個效果。嗱，點樣洗咧？就咁攞水洗，唔需要百葉布，唔需要鋼絲刷，成隻雞蛋夾得起。熱辣辣，麻煩你，佢唔係易潔鍋啊，攞水洗得噶啦，就咁沖水。嗱，所有嘅污漬就咁沖水就會甩。你中意嘅話，攞張紙巾抹就甩噶啦，得唔得？嗱，唔單止係咁啊，依個咧仲係比較時間快。佢煮一煲飯咧只需要10分鐘，焗一隻雞只需要20分鐘。啊，煲湯仲有型噶，佢唔會走水，佢滾得起，滾唔捨，因為我哋個煲會恆温嘅，得唔得？嗱，好啦，而家炒個菜俾大家睇。嗱，就咁攞水。掃一掃佢，佢就會乾淨曬。嗱，最多媽咪讚嘅就係佢易清洗，咁就乾淨噶啦。嗱，咁好啦，做翻個效果俾大家睇。阿姐姐，你由頭到尾冇落過油，油煙油煙，有油咪會有煙咯。嗱，做個效果，而家教到最大火 ，OK， 落埋油。咁點樣為之去熱啊？阿姐姐油煙油煙，嗱，將佢凍油變熱油，咁你可以睇翻個效果，落油都冇煙。咁炒菜嘅喎，而家嗱炒菜咧就咁唔需要落水噶。以前嘅殺菜咧，如果你中意嘅話咧，你就咁焗菜都可以。咁而家做個炒菜啦，落咗油。嗱，見唔見到啲油咧？阿姐姐你可以過嚟睇下個 close up 噶，啲油咧係滾噶。OK， 得唔得？咁好啦，炒菜就咁劈啲菜落去得噶啦，唔需要兜。見唔見到姐姐以前你？屋企媽咪炒菜咪不停用摩打手炒嘅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你唔兜佢咧，底下啲高爐下低著，下低啲嘢爐上邊啲嘢會唔熟，
所以你要不停咁樣兜。嗱，因為呢個煲咧，佢會釋放遠紅外線，佢會將食物嘅營養同味道留翻食物入邊，而且會恆温噶。你炒菜唔需要兜噶啦，咁幾時食得啊？出煙就食得。嗱，出煙嘅時間咧，代表佢滾緊，佢啲嘢熟。同埋佢啲嘢燶緊嘅時間，佢就會出煙去叫你嘅。而且煲湯佢唔會走水，唔會煲燶，唔會黐底，一個煲做曬，非常之方便。煎炒煮炸、炆燉烤蒸焗都得。嗱，你睇翻出煙咯，出煙就食得㗎啦。嗱，冇花冇假㗎，真人真事。就咁開蓋，望下啲菜咧綠油油，好鬼靚。咁唔係嘅，一個中煲咧炒到成斤菜㗎啦。嗱，你睇下幾鬼靚。嗱，跟住就炒埋個飯俾你睇。嗱，你記住啊，我哋個煲叫慢用鍋，你中意由早餐到夜晚個宵夜咧，都喺個鍋度做曬。你唔使成中意嘅，成煲攞出廳都仲得。有紅、綠、藍三隻色。嗱，清洗就係咁樣洗，成煲攞去水喉度沖，沖乾淨，抹兩下，咁就搞掂啦。OK。最多媽咪讚嘅就係叫做煲唔燶嘅煲，嗱你記住啦，佢叫重力煮鍋，不會燒焦嘅高身秘密。只要你哋煲得燶，掟爛咗、黐咗底，係唔需要補錢啦，一隻換一隻，攞人攞有一年保養。嗱睇翻啦，十分鐘煮嘅飯好靚噶，煲仔飯、煲仔菜，你中意有飯焦又得，冇飯焦都得。嗱點樣叫做煲唔燶嘅煲呢？大家有冇試過攞個大火咧走咗出街啊？翻嚟兩分鐘啲嘢就燶鬼曬啦！嗱，你記住啦，煎嘢炒嘢咧唔需要擔心，冇咁容易煲得燶噶。記住啦，喺雪櫃攞啲飯出嚟嘅時間咧，麻煩大家落翻少少水，因為咧雪櫃咧扯乾曬你飯入邊嘅水分。咁好啦，你中意鹹魚、雞粒炒飯，中意生炒牛肉飯、揚州炒飯，你咪而家自己落配料咯。嗱，最勁嘅係乜嘢咧？你唔需要理佢嘅，成煲嘢一鍋熟。嗱，記住啦，而家我唔係炒飯咁簡單，我做個效果俾大家睇。嗱，炒飯就兜亂佢啦，但係而家咧，你當係一個班戟、蠔餅、蚵仔煎、咩葱油餅、蛋黃嘅效果。嗱，望翻先啦，我而家走咗去隔離，借樽鹽啊，問隔離攞樽豉油，打撲機，唱隻卡拉 OK 都得㗎。你個煲冇咁容易用，用大火都得，得唔得？燶咗咁點算啊？燶咗最多冇嘢食。你個煲下次用得翻，明唔明白？就係咁簡單啦。有三個 size， 大嘅27cm 可以斤半菜一斤魚16碗，中嘅24cm 一斤菜一隻雞12碗，細嘅21cm 有8碗㗎。依個2.5公升、3.1公升、4.3公升，任君選擇，紅綠藍三隻色，睇下你中意咩色咯。嗱，講咗咁耐，見唔見到我用緊個大火㗎？佢依然未有咁燶。平時阿姐姐，如果你屋企用個大火咧，咁樣講一陣間咧，啲嘢燶鬼曬。嗱，你記住啦，你暫時唔好當佢係一個炒飯先，你當佢係一個唔記得咗熄火，睇下個效果。嗱，你記住啦，短短時間5至10分鐘，你啲嘢唔會燶噶，食得翻。但係如果你打完四圈麻雀翻嚟先至反咧，對唔住啦，你嚿肉就會變少一攤。但係我哋個煲下次用得翻，得唔得？嗱，講咗咁耐，你睇下啦，大火佢唔係易結鍋啊，你記住。大中細火都用得，大火一樣唔黐底，仲要好鬼靚添。嗱，大家見唔見到？依、這個咪有飯焦咯？你要冇飯焦嘅，用細火咯。大中細火自己去搞法。嗱，還原翻基本法啦。如果你平時屋企咧變咗一餅嘢嗰啲嘢咧，你係做唔翻去散嘅。咁你記住啦，你中意落油嘅又得，唔落油又得。你依個咧咪叫飯批。你中意整葱油餅啊、炒飯啊？依、這個煲你記住，佢叫慢用鍋，煎炒煮炸、炆燉烤蒸焗都得。你好過你屋企一個煲蒸嘢、一個鍋蒸嘢、一個鍋炒嘢、一個煲湯、一個煲炆嘢，有幾個 pan 啊？我哋煎下蛋，咁一個就用曬，咁依個就方便。大中細三個 size， 睇你中意邊個 size 咯。你睇下，真係冇得頂。任何嘅食材就係咁簡單。O 唔 OK？ 嗱，呢個就炒飯。嗱，最後啦，做埋個效果，熄咗火之後可以同你保温2個鐘頭。你記住啦，任何嘅食物就咁倒蛋，佢嘅餘温可以足足咧幫你咧啲食物保温2個鐘頭，熟咗起水泡，厚嘅薄嘅都係噶啦，就嚟底噶啦。你食嘅韓國石鍋飯就係咁樣嚟。睇下你中意大中細邊個 size 嘅，多謝曬 Miss， 啱用嘅麻煩你喺後邊打單，多謝曬，cut得，耶，好靚，嗱今次依個就真係靚啦。